请欣赏相声《文王卦》，表演者陶阳、郭德纲。谢谢谢谢，太高了吧？高，太高了。还能长呢，孩子。很高兴。啊，你还会说点别的吗？啊，今儿怎么老说这句啊？今天拜师啊。啊，大伙儿都看见了啊。五个人。哎，五个人拜师。五个人。对。我们五个人。啊，是我听明白了，五个人。啊，我是最小的一个。哎，这都瞧见了。我是大师哥。不太像人话啊，你最小，你怎么会是大师哥呢？这合理啊。怎么呢？大家都知道何云伟啊。哦，那是大师哥。他是大师哥。嗯，你看看他在那些人群里边，嗯，他是不是最矮呀？他那个小。你再看我，比他还小。我就是大师哥。我去你的吧，我真应人那话了，黄二郎下豆鼠子，一辈不如一辈了。咱们这玩意儿不按个头来说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不是大师哥。有进门的早晚，再一个，人家比你学的年头多，能耐都比你大呀。您这话我不爱听了。怎么呢？不爱听了。干嘛说两遍呢？我也能学呀。哦，你说学逗唱，我也会呀。这四门功课你都行吗？尤其唱啊。其实说这个，好多人都认识他，都管他叫京剧的神童。京剧我们听过你唱，嗯，今天这个机会是打算唱两句，是怎么着啊？肯定该唱了。啊，你拿手的是京剧的老生。对。那你打算唱一什么呢？唱一个马派的老生。马连良马先生的流派。对。别唱多了，来一两句我们听听。甭一两句，就一句。真是个过日子人啊。来个甘露寺。哦，这是名段了。传千岁杀子修池口，有点这个帕金森这底子，怎么直抖了啊，孩子？马派吗？哦，都得这样。哦，还会别的流派吗？会啊，比如说高派，高庆奎的流派。对，这个不好唱。是调门得高，好不闷人性高啊。那跟着没关系啊。嗯，唱一什么呀？唱一个斩黄袍。哦，红生戏。嗯，来一句我们听听。嗯，听着。哎，这还没唱呢。嗯，丹凤眼来暗端笑。真好，一帮人掉河里，就你能救起来。你喊救命，他们听得见。这就是高派，这是高派，老生的流派，听你唱过很多，对，我们都听腻了。别的行当还会吗？能啊，比如说花脸，大花脸，哇呀呀呀呀呀，哦，护食，嗯，哎，花脸我也能唱。花脸能唱什么呀？我唱一个断迷剑。哎呦，这个戏可冷，可不嘛，断迷剑对唱老生跟花脸的，这个你也能唱吗？能唱啊。那给我们唱唱，我们听一听。直说对唱，对唱。对了，唱吧。两个人一块唱。俩人一块唱啊？啊，这都对唱。你那个意思就是还得有我？肯定得有您了。我最近啊，闹嗓子。没事。啊，你没事，我搁地里边。嗯，没事。还有一点，这个我们要一块儿唱，咱得托付清楚了啊。嗯，我帮着孩子唱几句可以。这个小孩这嗓子没胆儿，他这是童子音啊。童子功。哎，正经的，行行，站好了，别让人说咱没溜，知道吗？啊，这大人这嗓子他有管制，小孩这没管制，我就得追着点你唱。行，我可就费了劲了。嗯，咱们来一回啊，来一回。唱哪儿啊？快板啊？快板吧，从快板唱。主要听你的花脸，来。嗯。昨夜晚在宫中饮琼，啊，将夫妻们对坐过叙叙家常。
闻言怒发三千丈，太岁头上冒火光，火炼三十卢元将，东逃西奔过一方，单单剩下王伯当，暴力李密来投唐，任意儿子你不将，你是官人面守心肠。先帝把话说来讲，其听孤王是比方，昔日里韩信谋家邦，为养宫中一名王，毒死那平地是王莽，千刀万剐无暇场，李渊也是陈某志，他本是真龙下天的堂，是陈某真龙下天堂，不禁看来也平常，此去借来的兵的活将，他来人马翻大当，唐氏的江山贵国丈，封立过几次并肩王，江山某一次并肩王，修得好节俭武光，你好比人心不足舍吞香，不解也能见太阳，错中欢喜错中亡，君臣一路好商量，黎明大马我们一点都不累，要了我的盒钱了。嗯，花脸，这个花脸能唱成这样不容易。嗯，不过你打小学京剧唱上来也不足为奇。对，要说相声什么都得唱。嗯，别的剧种还会什么？会多了，多了。还会什么呀？梆子。哦，还会包子啊？包子什么？什么？河北梆子。那个调门就更高了。没事，我能唱。可以吗？可以呀、啊。咱们让小孩唱一河北梆子怎么样？我唱一个。好。您也不能闲着。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？我唱一辕门斩子。那是俩人的对唱。还是对唱。不，你今儿就给我送了钟了，这是。嗯。我来那杨艳景，您来那八王。八千岁赵德芳，也就是八王爷，你唱的是杨六郎。对。哎呀，这个梆子太高，我这个。最近这个嗓子，我再解释一下啊。没，您别解释。这个童男子，您别解释。我原来也是童男子，反正、哎、最近不是了，就我起低点，起低点。哎，你救活点我吧，少爷啊，来，开始吧。对唱啊，来。金章来献文生，送王安好，在文生把王爷掐狂啊。我属皇安好，道安好，问本的玉安的你，道也安的你。八王爷你不在，黄罗把我张来，在了清禀张所外话。黄罗帐坐帝王，西南头门卷来，在你姓禀个帐帐，一轮卷情，那一国的呼儿要造反吧，王爷传那旨臣，我起呀争，总包审犯，活当罪因何故啊？帮员的们要问朕的心，八王爷紧张。真有味儿。也问此话者，才是去问万德臣，我不敢不答。
千岁。杨元帅。八王爷。杨骏马。八王。鲁郎。王八。混账。你这让于谦听见他得生气，他就腻歪别人喊的小名儿。辕门斩子，这你唱的是这个河北梆子。河北梆子啊，对，这些个都是学唱，真正说相声了，有咱们自己本门的唱功。太平歌词，哎，这孩子没少听。太平歌词啊，有多少种唱法？对，一个人唱的、俩人唱的、一帮人唱的都有，有准词的、没准词的，可全都有。对。有新调和老调，好多种唱法。嗯，学这个得下功夫。是，你会吗？我会啊。太平歌词也会啊。我会。真的呀？看看我。啊，没看出来怎么样啊？今天要大师哥呀？什么叫大师哥？大师哥在山底下压着呢啊。唱一个太平歌词。你真会太平歌词吗？真的会啊。那你说一个，咱们俩人唱的有没有啊？有啊。比如，文王卦。这孩子说话太狂了，怎么呢？太平歌词老调的唱法有一种俩人对唱，叫文王卦，有时有准词，有人没准词，打解放到现在没有人再唱过了，唯一留下来一个一分半的录音，侯宝林先生和 刘宝瑞先生的。对对，你要唱这个，这可是丢人现眼的事儿，弄不好就忘了。我说的是我，也有可能 我很多年没有唱这个玩意儿了啊。没事，我也很多。咱们试试吧。嗯，如果我明儿俩唱哪儿忘了，大伙儿多做自我批评啊，好吧。嗯，我还带着家伙来的啊。我们有两块板儿，这叫玉子啊。咱们打板唱啊，哎，跟真的似的啊。哎，你想想，倒不倒不词啊？哎，烙个烧饼。什么话呢？叫。嗯，这点我太熟了。这废话，烙烧饼干嘛？来啊！啊，乾坤大来日月长，开天太低了。低啊！少爷您多避屈吧啊！哎，开，就这样吧啊！哎，开天辟地日月长，这行吗？行。再来。乾坤大来日月长，开天辟地有阴阳，三皇五帝传六下，千古渔樵化兴亡，昔日里有了一个江绿王，渭水河边钓文王，龙驹年拉起了江丞相，周文王为国就放忠良，连拉了八百担那八步，全凭着文王八卦算过阴阳。哎，算了要我算，娶媳妇儿倒比这出殡的强。你站好了。阴阳八卦是周文王研究出来的，周文王研究这个就算出这个来了，叫娶媳妇儿。您啊，不如这出殡的。本来就是嘛。叫这样还能算吗？还能算呢。还能算。接着算。哎，算了要我算，北京前清有皇上，有皇上的时候他有娘娘。净废话。算了要我算，五谷杂粮蚕豆大。哎，算了要我算，地里的庄稼的电线杆子长。电杆子算庄稼吗？不是，那长成石灰了。哦，算了又我算，冬天冷来夏天热，冬暖夏凉住在北方，天儿要越热越出汗，越冷越想上茅房。算了又我算，老爷庙里边有小鬼儿。哎，算了又我算，土
土地庙里边有关平啊，周仓，胡说八道。周仓的名字的叫周仓，这叫蒙事儿啊。哎哎，算了又我算，我算了又我算，毛巾挡不了这毛巾的背。哎，算了又我算，棺材挡不了这沙发床。我算了又我算，爷儿俩说话地位大。他爹的名字他叫陶阳。去你的吧。